哋嚟啦，澳门！第一次坐金巴真系好方便，好快到噶。去到澳门，带你寻找当地美食，避风塘炒蟹系澳门嘅戏棚啦。澳门嘅赌场真系金光闪闪。第一站我哋去咗 Gallus 睇喷泉 show， 最大嘅钻石。隔篱就系威尼斯，行过去仲可以见到伦敦人同埋巴黎人啦。巴黎铁塔定时仲有幻灯音乐 show， 仲可以睇到凯旋门。澳门版嘅车仔面，下环街街市寻找美食，$100食到啲乜？系好出名嘅牛杂佬啊，超正！我仲买咗三宝啦、碗仔翅，仲有唔停记嘅红豆饼，记得喺佢嗰度买埋饮品啊，超好饮！煲仔饭，如果你系食斋嘅朋友，呢度啱晒你。第一次食全斋面，原来可以好多款式，好好味噶。呢条系素鱼啊，仲同咗一班亲戚聚会。英皇门口有个好靓嘅马车，澳门嘅糖水铺都装修得好靓。呢、这个芒果糯米糍好大嚿肉，好好食。嚟到梗系会食下佢哋嘅葡挞啦，好正啊！天发嘅鱼翅我真系次次嚟到都食噶，鱼翅花胶海参喺晒里边。食完翅就准备去大三巴啦！议事亭前地露天广场留有咗好多葡萄牙文化建筑，一秒就进入咗以前嘅小城，仲有啲颜色好靓啊！呢、这个圣母教堂而家已经系变咗历史博物馆，买手信嘅朋友呢条街就帮到你，成条街都系啊！等等，呢、这个雪条系咪好可爱呢？系大三巴嚟噶。在大三巴附近有条街是全条街都是吃牛杂的，然后这间锦华牛杂是要排劲长龙，又是去到威尼斯大家可以去 TeamNet 拍下相，巴黎铁塔是可以免费上平台那一层的，这里的手信都是很便宜很抵买，吃得很浪漫的，这个东西真的简直一流。这个位置还有情人锁桥，带大家去新濠影会，可以坐去摩天轮，仲可以同鸭仔影下相。唔知道刺激嘢啱唔啱你咧？呢度嘅 VR 超好玩，多款游戏可以选择，仲有任玩套餐。新濠影会嘅水上乐园已经开咗啦，仲有 B 得主题可以疯狂打卡，唔玩水上乐园都可以喺度玩下波波池噶。所以要试试老字号嘅双皮奶同埋姜汁撞奶。呢间班贵轩饮茶真系好出色。超可爱猪仔流沙包、小龙虾春卷，仲有呢个麻辣烧卖超级好味，天鹅榴莲酥啖啖都系榴莲肉啊！澳门都有好多潮流品牌可以行下，仲有轩轩细细个成日去嘅星星公园，呢度有个好大个嘅荷花池，带大家去下官雅街。莫尔记雪糕系轩轩嘅童年回忆。澳门真系好多好嘢食，真系要带四个围嚟先掂啊！咁今日条影片系咁多啦，中意呢条影片记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下集推介更多旅游景点俾你哋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